我姓陈，名叫林娇，我从事包业已经有十多年了，我从凌晨4点排到大约9点多到10、4点这样了，多少步啊？三百多分有了。哈，我没有什么，我觉得这个行业我不觉得怎样啊。 可能我关了啦，我已经做了10多年。一上班嘛，或者是，知道我们时间不可以这样的，一直就是大家要快的，哈，现在时间很忙的，但是因为一起嘛，大概连他是怎样讲啊？因为大家到6、7点要拿到报纸，所以我们速度是要加快的。 哈，所以我们就是最好是不要啊，有这个东西监督我们咯，啊，我们就是一直拍这样咯。有，就是每个月我们要去 service 么多一次哦，就是要叫他做我们的那个他的链啊，必须要给他那 service 啊锁啦，啊，遇到很也是很多问题咯。 自从我用了 LKM 的那个链以后啦，我觉得呢，我拍包呢更顺利咯，没有阻碍，而且让我拍更多报纸，也节省了我很多时间，节省我的很钱。在这个封国的期间呢，我也有工作咯，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咯，因为。 市面上有很多的假新闻，所以我要把那个正确的新闻派给一些居民咯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每天的工作咯。还好咯，在这期间我有用到你们 RK 的链条咯，所以在我拍包的期间没有什么问题咯，因为很多些摩托店都没有开着。 如果是用了其他的链条或者断了，那就我就不能复行我的工作咯。会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什么不要推荐给人呢？哦，遇到有朋友问起，或者我去做摩托的时候，有那些要更换摩托的，我会介绍给他，我用了你们很放心咯。啊，因为这是好的东西嘛，应该跟大家分享咯。 我不觉得我辛苦。<笑>